Yo， 兄弟们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我们的小小梦魇这一款新游戏啊。个人看到这个 Steam 上面这个画风呢，是觉得非常的不错啊。那个游戏的影片稍微试看了一下啊，感觉还蛮惊恐的。那也看过各大的实况组也有在玩这款游戏。好，那老头呢也想说最近事情稍微有点不忙了，我们就买下来来玩看看好了。那到底这款游戏呢到底是在玩什么呢？来一起去体验吧。啊，我们开始哦。开始出现了，这什么东西？那个云啊，那个雾啊，上方宝剑啊，蓝血的宝剑涂抹捷径烧毁，是这样吗？这是谁？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人的样子 ，woman， 哦，好像日本的女人的感觉。小小梦魇，哦，果然是个日本女子。他回眸转过来笑了一下，你是在看山小？哎呦，哎呦，开始了是吧？哦，我居然是一个穿雨衣的男人还是女孩？男孩还是女孩？要不要用滑鼠啊？好像不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游戏只要键盘就可以玩了、哦。耶、yeah, ，我是个超级酷炫小男人啊！酷炫的男孩不是小男人，超级酷炫小男孩。好啦，姑且把你当成是男的好了。那到底是要玩什么？上下左右键是可以看上下左右哦，然后 WSAD 就是操作键，空白键是跳，没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可以爬吗？好像不行。哇，哎呦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三角锥竟然会自动跑来跑去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暗明蒙。哦、我已经把这个游戏的亮度调到最亮了、哦、如果你们还是看不见，我已经没办法了。哦，这干嘛？点燃它吗？点燃我们的圣火，按下 F 使用打火机。哎，早说嘛！哦，真的是点火，哎、欸，真的会点火哎、欸，随便讲的。耶、yeah, ，那我们现在看到了，可以点火了。那这在干嘛？原来要动滑鼠啊！早说，按住左键往后拉。好的，然后扛错蹲进去这样子。好，我来了，看不见吗？点一下打火机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画风真的蛮棒的啊、哦，我还蛮喜欢这画风，有点像是那个 Limbo 哦 ，Limbo 跟 Inside 哦，搞不好是同个工作室做出来的也说不定哎，让我有这种回到以前幻灭流星的感觉哦。这个灯源有点亮亮的哦，我们现在来了，那、啊、现在是什么情形？往前爬。哇、哦，不错哎，我喜欢这个游戏的整个体感，跟这个视觉的这个感觉我很喜欢，感觉很不赖，不错不错。哎呀，那个是人吗？不是吧？哎呀，这是一个玩偶哎，冲哪？你会不会攻击我啊？哎，可以拿哎，哎这干嘛？拿这干嘛？啊，可是拿就不能点火了。我拿着走路好了，嘿。我的小女孩，我们来了，女孩儿，进去吧。这可以拿哎、欸，哦，哇，把它打破了，空白键是把它丢破是怎样？拿彩蛋是吧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爬进去。啊，小小梦魇，哇，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这么大坑啊？难道说我只是一个小小人？这个比例也太奇怪了吧？哪有这么大的沙发啊？所以说我根本就是一个类似小精灵的概念嘛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那个门上面什么东西啊？可以躲起来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所以说我可以躲这里面哎、欸，好丢啊！好的，不管了，我们先爬上去再说。让我上去啊！哦，要按住左键哦，这么麻烦。哇，各种房间，各种跑哎、欸，啊，在干嘛？哎呀，上面为什么会有人上吊？哎、欸，这怎样自杀哦？这感觉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梦境这样子，小小梦魇来着了。然后看到那个不用讲啦、啊，就直接就是爬上去嘛。不过我们先开一下灯，看一下周围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有卫生纸哎、欸，可以拿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可以拿着卫生纸去擦屁股了。Hello， 卫生纸。哎呀！啊，丢卫生纸攻击！
卫生纸攻击是吧？原来卫生纸是这样用的、啊。好了，感觉好像弄得到吗？跳一下，哦，有了 ，yes， 来卫生纸，我们找，我们去大便。啊，可恶，这个椅子让我没办法过去，走开。哎，我们来了，哎，卫生纸不见了，太神奇了，杰克，卫生纸居然不见了。点一下火，哎呦，这地上这个烂泥是什么东西啊？恶心，是怎样？来不及拉屎，把屎都抹在这个墙上是吧？这可以开吗？哦，可以开耶！哇哇哇哇哇哇，还真的可以开耶，好屌哦！哎，好酷哦，爬上来了耶，那是烘干烘鞋是吧？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，嗯，这里都没看到，我们先来逛一下这边啊。我的好奇心是非常的强大的啊，你看都他们躲起来了。好，答案是我们可以往这边爬，那我们就往这边爬吧。Nice， 小小人闯天关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，是吧？棒！哎呦，上面那什么鼻涕虫吗？为什么我突然想到 Limbo 那个虫啊？白色的那个虫虫，这个也太惟妙惟肖了吧？对啊，好像哦，搞不好真的是同个工作室做的哎、欸，超屌啊！这不用看了、啊，直接拉下来就对了。Yes， 开门啊！这里有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可以点燃呢、欸。这个该不会是存档点吧？应该是存档点，我觉得那边点火就是一个存档点。好，跳过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没路可走了，把这搬开吧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好了，我们可以下去了。非常好。那这里又是什么？你看那个三角锥，哇的 hell， 干不会死了吧？这是哪里？哎呀，好恶心！救命！救命 ！Oh my god！ 不，你们这恶心的家伙，我死了！被吸干了，哈哈，要被他们抓到了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好啊！抓到就死了。点火也没用哎、欸欸，如果我们往左边跑会怎样？我们看一下左边有没有路可以跑、啊。答案是左边没路可以跑。救命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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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个 Juke， 来来来，一个 Juke 时间，来呀 ！No， 快点，救我啊！啊，我终于出来了。获得新生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，往这边爬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这个这边有一个水桶是吧？哎呦，又是你三角锥大大，好，我们就叫他三角锥人好了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居然没死、欸，哈哈，不幸中的大幸。哎、欸、啊，这边可以往这边爬，哎、欸，记录点，记录点，是吗？是记录点吗？靠啊！这是 bug 吧？啊，有了！哎、欸，到底有还是没有啊？啊，有了，有了！哎、欸，这里可以走哎、欸！啊，抱歉，哈哈。所以我说这个怎么走啊？慢慢走。啊，有了，有了。好，跳过来了。所以啦，然后呢？这边吗？哦，走这里，然后跳过去。Perfect。好、啊，这里什么都看不到哎、欸。我们现在只能跟着光源走了，九弯十八拐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太好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把什么打开之类的啊？啊，还有专门为小人制造的机关。不对啊，你这样子转，没有东西固定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啊。他的，而且重点是我还不知道门在哪里哎。啊，算了，先跑再说。按 Shift 的可以冲刺。好。乱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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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欸、可以耶、欸、可是爬上来意义何在呢？越爬越高，嗯，没什么用啊，这是干嘛？欸，可以拿这个啊、哦、喂，丢这个纸飞机意义何在呢？丢到那个风扇里面会怎样？欸，这里也有东西可以打开欸，好像它的路线都很不固定欸，你可以随处的走欸，好像不行欸，有东西跑走了。再一次，答案是我没有力气把这个门给打开，因为它太重了，所以说我还是进不去，好吧，这是一个固定的路线。那、啊、这个呢，答案是没办法的，那我们还是走这个狗洞好了，还是要往狗洞走。好，我们下来了。哎呦，这看起来好恐怖哦，暗迷蒙。哎呦，那谁啊，大人，大什么大人，什么人，我叫大人啊。啊，往上爬好了，感觉等一下他会追我这样子，不然怎么叫小，不然的话就不会叫小小梦魇了嘛。啊，就是一个很恐怖的梦魇这样子，感觉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梦，小孩的梦境。有卫生纸欸，又有老鼠，哎，又有卫生纸了，可以大便了，这到底要怎么做啊？这感觉靠近会被电死的样子，不要轻易不要做傻事。然后呢，这里没有任何的提示来着啦，可以把门关下来吗？欸，可以欸，我们关个门好了。哦，玩来路处，环顾四周啊，从这个上面，左边没屁用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拿这个来当个平台，拉这个当平台，让跳上去有没有？把这个拉下来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是不是还有时间限制啊？听到那咔嚓咔嚓的声音，时间限制。好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跳过来，这时间限制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？哎、欸，啊，我爬回来干嘛？算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爬回来，而且有奇怪的声音出现了。什么鬼声音啊？火车，他马是小火车。哎、欸，好、啊，按到游戏外面了，抱歉。他马是小火车，我跳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他马是小火车、欸。哎，啊，这是干嘛？只是给你玩的吗？如果我被他撞到会怎样？撞我？好，停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试试看而已。然后这边又有电，哦，所以说这两层关卡是吧？我必须在这个电结束之前突破两道会有电流的这个墙壁啊，不是墙壁，门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难怪这里要开一个口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跟时间赛跑。不要撞我，不要挡我的路，快点走开啊！来了，不会被死，会被死，快点 ！Yes， 我们大成功啊！这个门可以开吗？答案应该是不行的。我们继续往这边走。这个上锁的要上锁的门，这上锁门可以开吗？抱歉，我都忘记我自己身高太矮小了，所以答案是不行的。哎呦！那个灯光是怎样？哎、欸，那是眼睛哎、欸！哎呦，这是眼睛哎、欸！在环顾四周，那个是小小人吗？被照到就被石化是吧？哇，我们要依序前进哦，要突破那个影子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！哎呦喂呀、啊，不要被照到，照到就等死了。
快点！我超机智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人，这小小人要怎么上去啊？看一下啊、哦，从这边可以爬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可是爬不上去啊。这里呢？这里爬不上去。喂，一个是上面，一个是下面。可是我想走这里，哎，我可以走这里吗？我不要走上面好了，我走这边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边有一个小人偶，可以跟他讲话吗？哎、欸，他不想理我，哎，哎，我可以把他拿起来，哎。等一下，重点我拿起来之后有什么意义吗？一个彩蛋是不是？应该把它丢掉，好不好？可能是收集道具之类的吧。哦，要走这里还是走这呢？我们选择走这个地方。左走，左走，我们看一下有什么。哎、欸，原来这里有一扇门。左走这边有一扇门，然后这边有一些很恶心的黏液跟眼睛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爬上去看一下好了。我跳，我跳，我跳，没什么意义。蹲下看一下，恶心。哦，原来这是来拿这个的，把它摔破。谢谢大家，我们都拿到了一样道具了。虽然不知道是可以干嘛的，反正呢，就是拿了就对了。感觉这很像是牢房，有没有？一间一间的间隔，这可以打开吗？我开，打不开、欸，锁住了。为什么锁住了？不懂。哇，门关了！哇，你先关灯，关灯，关灯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大只老二啊！这手也太长了吧 ！Hello， 进来好吗？我什么都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，不明了。哦，上面有小孩子哎，为什么？上面有小孩哎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我们可以救这些小孩子吗？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又回来了？我们要把门关起来。这家伙有点猛哦。来，小孩子，我们救你。啊，算了，想太多了，不要理他们了。我还是先救我自己好了。点个火箱。紧走哦，这里太恐怖啦！这小孩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里嘞，可以脱衣吗？这只能爬。哦，从这边爬上去。所以说我根本不是一个小孩，我好像是类似一个精灵类的东西，是吧？好啦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在不知道之前随便乱掰这个剧情，感觉好像没什么实质上的帮助。啊，不过实际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女孩或者是小男孩之类的。啊，爬不下去，继续爬。哎呦喂啊，老鼠哥，哎、欸，我来了，大哥，什么声音？啊，我肚子痛，我要被我被棒晒啊！啊，他肚子痛到大便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摸着肚子？一定是早上的早餐有问题。啊，绝对是早点！啊，快死了！我不行了，我要就地解放了。对不起了，我要成为解放军了。欸、那边有个小孩在吃东西。哦、啊，原来是我肚子饿啊！我真的肚子饿，我随便讲的、欸。可以给我吃吗？拜托，拜托，谢谢。啊！我突然觉得人生得到了救赎，谢孩子。将来呢，我会再给你半颗作为回报。哇，这个孩子真的是善解人意耶，果然小孩子都是纯真的啊，哪像我们现在大人呢？嗯，上吊这是什么意思？寓意着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边又有一个这个铁的啊，好像没办法打开是吧？没办法拿，哦，落水水，这边像是洗澡间，啊，我们来到了洗澡间，啊，这是什么？
反正呢，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需要脱役的。至于脱到哪里呢，我就不是很清楚了。可能是这里吧。欸，为什么脱不住了？等一下，欸，不对啊，这边也有断层，这个东西拉过来也没屁用啊。那那个铁箱到底干嘛？我本来想说，以为是它到墙壁上面拉到那个铁门那个地方，有没有？然后再爬过去，感觉好像又不是。算了，搞不好那真的没什么作用，你知道吗？只是来糊弄我而已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哎呦喂呀，到处爬，哇，怎么爬欸？很会很会，而且这些铁笼子到底是在关谁的啊？各种关看不懂。来，欸，我不点火了吗？点一下，点一下。快点，不要点，要点不点的，点了点了。然后这个到底，这个我一直很纳闷，这到底是干嘛的？感觉好像里面会藏东西。欸，真的欸，欸，不是，这只是让你爬的是吧？看里面的东西这样吗？没用啊，推也不能推，非常好。所以说到底是干嘛的？哇，有，太好了，过来了。然后呢？往这里爬？不是吧？这里可以干嘛？卡关了，大哥。卡了，哦，往上往上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啊，既然不能往右边走，我们就往上走吧。啊，左边也没什么东西，我们就往这边跳，跳跳过去就好了。Jump， 是不是？这边有个楼梯耶。哦，那边有一个拉杆，那这个到这里就没路了。这个梯子到这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。所以说那个梯子是拿来糊弄你，浪费时间用的，非常好，我懂了。好，这干嘛？先拉这个电吧。哦，哦，哦，我会了，快点呀，碎了。然后再爬上去嘛，解谜游戏，小意思的。哎呀，这算什么解谜啊？随便玩，我阿嬷都行，是不是？你是阿嬷吗？哎，我阿嬷都行啊。啊，这个爬不上来，往后拉，有没有？到底？哎，不是推，是要跳上去。OK， 嘿，再来，再来。哇，卡住了！为什么？欸，为什么这个拉到后面卡住？所以说，我们这边可能就是要分段拉。哦，这拉过头就掉下来。完了，我已经拉过头了。怎么办？谁来救救我？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之类的，好像不行了。我是不是弄错了什么？啊，可以上来了，然后再跳这边。哎，有没有？先走这里再说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碎的，这是哪里？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把它推下去，我会。可是呢，推下去之前，我想先点火。好，然后我们来解放他一下。有了，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欸，这个是个彩蛋是吧？他跑到哪里？我是没看到啦。算了，晚点再去找他好了。把主要的这个推下去。碎了。那什么东西会上来？锅神。哦，好像回来了。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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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来了之后呢？
这样子就没电了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好有心哦！一关灯，这些东西又跑出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然后我们就赶快再回去那个地方，直接就可以通过啦，是不是？对嘛？对啊，没电啦，就可以过去啦，实在太棒了。OK， 啊，到底是怎样？跳不起来。这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又来了！哇哩嘞！啊，这下面，救命！我要被石化了！啊，我死了！啊，照一下就挂掉，是这样子，太扯了吧？照一下直接给你挂掉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会过的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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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碎了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是因为是一个船嘛，然后那个船这个垃圾桶会往这边倾，会往这边倾斜。哦，接上了，接上了。哇，这个有点难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呀，啊，来不及了！啊，接上了，接上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碎了 ，perfect。哥回来了，啊，哥来到这个地方了。不知道是哪里，哎呦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冲啊，冲啊，平台要收缩啦，可以的，过了过了，棒，请给我100分，谢谢，请给我 number 几百分，啊，他们也都跑了三角锥，哦，下一关了。离开了牢监，我们到了下一关了，是吧？啊，感觉这才真正开始而已，哎。对啊，跑到这边来了，感觉这游戏感觉前面都是序章嘞，我玩了将近半小时左右了，感觉就序章而已，哎。好吧，我觉得这小小梦魇今天先到这里了哈。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按个喜欢啊，让我知道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先到这了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那记得按个订阅哦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再见了，拜拜。